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面。丁山临终加持。我们前面讲到了平时的功夫就是善根力、福德力的一个修学。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临终的实际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这句佛号？那么我们学唯识学，我们可以知道，临命终的时候是有2道的关卡要过的。第一个是烦恼障，烦恼的关卡。烦恼是第六意识的问题了，第八识不会起烦恼的，这是我们的分别，所以才产生烦恼啊。如理分别就产生善念，不如理分别产生恶念，就是我们说的烦恼。那么烦恼这一关冲过去了，你的生命至少保住不堕恶道了。你临终的时候，你只要不起恶念，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你只要不起恶念，你绝对不堕恶道的。只要你保持慈悲心，你一定会先把善念这一块的业先调动出来。所以临终这一关呢，你第一个问到的是第六意识的烦恼这一关，烦恼关。烦恼关你这关冲过去了，至少保住人天了。一个人临终不起贪嗔痴的烦恼，安住慈悲心，然后意念三宝。所以一般不求生净土的人，他临终的时候一定要念佛、念法、念神，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他意念三宝，起善念，靠那个信心起善念，因为他保住人天呢，他不堕恶道啊，不堕恶道，他可以继续修学了。所以烦恼关这一关，你净土宗也要过这烦恼这一关了，你也不能起烦恼，起烦恼你也完了。所以临命终的时候，第一关是每一个人都要通过的，不管你是净土的，不管你是圣道门的，烦恼关这一关是共同科目。烦恼关过了以后，净土宗就要赶快把你的善根准备起来了，你必须在你进入蒙觉之前，你要想办法把阿弥陀佛感应出来。所以临终的时候，它是3个阶段：名利心，这时候头脑特别清楚啊。有时候你看一个人他病了很久，对不对？突然间，精神很好，差不多了，差不多，因为回光返照。这个人，你看蜡烛烧快完了之后，突然间亮起来，这个就是名利心现前了。这个时候是往生最好的机会。那么烦恼关一过以后，下一个就是业力这一关，但这一关大概没有几个人过得了。其实阿赖也是，就生死关了。所以烦恼关冲过去不难，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般人要冲过烦恼关是容易的，你只要有点调伏力，有点戒定慧的平常的功夫啊，临终不起烦恼不难，保住人天也不难。但是烦恼关过了以后，等到第六意识从名利心到昏昧心到蒙觉，第六意识不活动的时候，第八识的强大势力现前。阿赖也是你平常看不出他，但是等到你进入蒙觉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叫蒙觉啊？就好像你睡觉没有做梦的状态，第六意识全部停止活动，前六识全部没有感觉了。这个时候第八识现前，业力这一关。那这一关呢，等到业力现前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逃得掉了。那么净土宗人，他是在烦恼关冲过去以后，他在第八识没有现前之前，要赶快到净土去了，在名利心就要跳出去了。他不能等到昏昧心到蒙觉的时候。所以你看，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只要睡着了，大概就不好了。所以你临终你不能打麻醉了，打麻醉你就促成他提前睡着了，稍微有一点痛哦，忍耐一下，因为你要保持头脑清楚啊，你才能够忆佛念佛啊，顺从本愿啊，下定决心求生净土，然后带动佛号，
这都要靠第六意识的头脑清楚啊。所以只要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是昏睡状态，大概就不好了，因为你要靠第六意识来带动善根嘛。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假设你是仰仗自力的人，即便你能够过得了烦恼关，你也过不了生死业力这一关的。这是所谓的有禅无净土啊，十人九错路了。因为阿赖也是变出一个中阴身，你一定会被中阴身吸过去了，那个业力啊。如果你是投胎做男的，你就看到一个女众。那个人已经是这样讲了，你如果你是注定要生变成一个女的，你的众阴身就看到男众，然后你大概跑不掉了，你100%跑不掉了。到第八世开始要对付你的时候，你就完了。所以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一定要在头脑清楚的时候，要赶快提佛号，赶快要促成感应的力量。那么净土中的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下一段。唯有信愿持名藏他力故，佛慈悲愿定不唐捐，弥陀圣众现前未倒，故得无倒自在往生。佛见众生临终捣乱之苦，特为保论此事，所以殷勤在劝发愿，以愿能导行故也。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就算我们通过了烦恼关，我们能够保持善念甚至于正念，这个时候呢，要赶紧的依止信念的善根，还有持名的福德，以善根多善根多福德的力量呢，那么能够感应弥陀的摄受，那么使令佛慈悲愿啊，能够现前未倒啊，使令我们心不颠倒，自在往生。那么佛陀见到众生呢，在临终啊，有这种生死业力这一关啊，还有这个烦恼生死这一关啊的痛苦啊，所以特为保证指示，所以殷勤在劝发愿，以愿来导行故也。这个愿就是一种善根力的，发愿求生净土，发愿愿离娑婆。我在佛学院有个老师啊，他老人家叫做上信下凡老和尚啊，他做了很多净土宗的著作啊。他往生的时候，我们在身边，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身边。他老人家是得到两个癌症，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痛苦啊。他大概知道他是癌症的时候，又活了大概3个多月就往生了。他往生的时候啊，刚开始啊，是有一点挂碍，有一点痛苦，看他的表情啊。当然一个有善根的人，我们稍微开导一下，就把善根给启发起来。启发起来以后，他就提佛号，提佛号以后呢，他的相貌就改变了，非常安详。我们感到佛光的照射，我们真的感受到真的弥陀本愿的摄受，对他身心世界的摄受，看他安详的样子，所以他果然在安详的样子往生了。所以我从信功的实际例子，我得到一个答案了，临终啊，它是两种力量的结合，自力跟他力的结合。你自己要先冲过烦恼这一关，你自己要先提起善根。那么只要我们把佛陀的光明引到我们身心世界，那后面就简单了，后面就是佛力的问题了。但是前半段是你自己的力量。我们临终的时候啊，前半段是靠自力，后半段就是靠佛力了。但是你前面的自力如果没有做好，佛力就不现前了，就没有佛力可言了。所以你说净土宗是他力还是自力？两个都有。我认为净土宗应该合理来说啊，是自力跟他力的结合，两个力量的结合。因为你起颠倒，阿弥陀佛想进来都进不来啊！你的心根本没有准备好，众生心构进菩萨引荐中，你的心乱七八糟的，他怎么进得来呢？两个磁场不一样啊！
一个是颠倒妄想，一个是清净庄严，这两个怎么能够随顺呢？我们达不到佛陀的境界，起码你要随顺相应，你的心要随顺于清净，相应于清净，就算我们不清净，至少要跟清净的法随顺，所谓的正念分明。所以净土宗是自利而带动他力，以心力带动佛力，这样的解释比较全面的。我们做好准备，把佛陀的功德引进来，然后剩下就是佛陀帮我们摄受开导，帮我们带走。我们做的是前半段，后半段是佛陀做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整个把弥陀要解啊，所有的因缘果报都讲清楚了。最后呢，释迦牟尼佛其实讲到这个本，讲到这段的时候，已经把整个净土的无上因果讲完了。后面呢是赞叹净土法门的这个甚难稀有，说啊，无量劫来有众生能够遇到净土啊，这个机会是不多的。而且他不是一个人讲，很多佛都这样讲，啊，耶诸佛称赞啊，名甚难稀有。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先看诸佛的称赞稀有，看经文。舍利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好，我们先把经文简单的消释一下，说舍利佛，如我今者，这个我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哈，我呢，我现在呢称赞六方诸佛啊，都能够在其自己的国土呢弘扬净土法门呐、啊，那么我呢称赞诸佛啊成就不可思议功德，那么在同时呢，诸佛也面对他们的弟子呢，也曾经称赞我释迦牟尼佛啊，也曾经称赞我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他怎么称赞呢？他说啊，释迦牟尼佛呢，他能够成就甚难稀有之事。那么什么甚难稀有之事呢？两件事，第一个，从自利的角度呢，他能够在娑婆国土这个五浊恶世成就无上菩提，这个容易，这个的确不容易。第二个呢，他能够在五浊恶世呢，先说这个难信的净土法门，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哈。那么偶益大师呢，我们看他的注解啊，他先解释五浊恶世，然后呢，再说明了、这个。为什么是甚难稀有啊？我们先看第一段五浊恶世这块。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见浊者，无力使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及诸邪见昏昧蛊惑，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烦恼浊者，无顿使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非即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众生浊者，见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漏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念之行，必不能度。命浊者，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费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夫次执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观，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好，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五浊啊，再说明是怎么个转法。五浊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浊呢是指的时间啊，当人寿开始少于两万岁的时候啊，就正式进入劫浊
劫浊啦，它的特点呢，就是有刀兵啦、饥饿啦、病痛，这个所谓的小三灾出现了啊。这个灾障啊，就是浊啊，那人呢、啊、已经是不是这么样的安稳清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业障深重了，所以必须要待业往生了，啊，因为他的时间太少了，两万岁啊，要以下要处理这个业障的问题已经不太可能啊。那么其实这个劫浊这是五浊里面的总说了，啊，那下面就是个别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劫浊啊？开出四个，第一个是知见的问题，知见是五力时啊，邪见炽盛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跟诸邪见昏昧蛊惑，故名为浊啊。这个邪见里面最严重就是身见，我见。人类的烦恼越来越重，是怎么看的？诸位知道吗？为什么会有烦恼？就是我见的，自我意识。你看哈、哦，现在整个社会的趋势啊，强调民族化。但是民族化就是趋势，因为它公平了、啊，大家都没有话说了。但是民族化有问题了。我说有问题是佛法说，佛法的道理来看啊，不是世间法了哈。它什么问题呢？因为民族化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呢，那么这种无形中呢，创造了自我意识的，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以后的人呢、啊，烦恼越来越重，因为你个人主义抬头嘛，你那种自我意识越强嘛。你看以前农村社会，那小孩一生生十几个，对不对？小孩子他就是在一种不受尊重的情况长大，他就容易啊谦卑一点，对不对？你看小时候你爸爸买一个苹果回来是切成四块，对不对？一个人吃一块他很认命啊。现在你现在买一个苹果，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就只有给他了。那么无形中呢，他这种我越来越大了，就对他不好了，他很容易受伤，因为我见正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法见它不带动烦恼的，法见只是一种执着而已了，障碍他的菩提心而已了，障碍他的功德圆不圆满而已了。但是我见不是一切烦恼的根本了。你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欲望？你为什么脾气那么大？这跟自我意识都有关系的。所以整个人之间以后有问题了。那么这个没办法，这共业如此的哈。所以我们可以预测，这个见浊就是说啊，人到了末法时代，随着法的末法，人跟人之间的烦恼会越来越厉害了，矛盾越来越多了啊，因为自我意识抬头。所以这个时候只有靠简单扼要啊，不假其他的方便的法门才能度脱了。所以越到末法时代，一定是越简单的法门越受欢迎了，因为他烦恼重啊。他把一天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玩乐的时间扣掉，时间很少了，不能修太复杂的法。再看烦恼浊，那么烦恼是五顿时，因为烦恼相对于邪见来说呢，它堕落的比较慢，所以叫五顿时。那么在这个烦恼出众的情况之下呢，也只好靠他力摄受的感应道交法门才能够了脱生死的啊，因为他烦恼重了，他根本没办法断了，他只能够调伏了。众生浊的，这个众生指的是果报啊，这个五蕴和合的果报呢，色心都已经是羸弱了，所以到了末法时代呢，病痛多了，身心羸弱了啊，所以他也只好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来度脱了啊。命浊，前面是讲病痛，这个讲寿命短暂了，乃至不满百岁，所以他必须要一个不费时节，就是不需要多生多劫修行，他要找一个今生就能够成就的法门，因为他寿命太短了啊。那么在这个五浊当中呢，
这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那只有我们以信愿的善根带动一句佛号的福德，才能够转五浊。好，这个五浊的转啊，当然劫浊是总相的哈，这个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第一个要转的是知见。一个人你的想法没有转哦，你就不可能改变的。不管你每天拜多少佛，不管你持多少咒，只要你的思考模式没有变，尤其是从净土宗的角度啊，你没有改变多对娑婆世界的认识，你大概就完了。其实人最重要就是思想，你的思考模式。所以天台宗把思想当作种性，他讲多可怕呢？他说你是这种思考模式的，你的果报就是固定的，你的用功呢，只是让果报早点出现而已。他说你这个是葡萄的种子，你到最后一定变成葡萄。你遇到事情就经常做负面的思考，往对立的思考，你一定是上恶道了，修什么法都没有用啊。以智者大师是这样想，因为你的种性没有变嘛，就是说你这个葡萄的种子，你用再好的肥料给它，它一定是葡萄嘛，它不可能变成苹果嘛。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的改变，第一个思想的改变，就是我们说的善根。啊，我们从净土宗的角度，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个就是先改变这个思考模式，然后再提起佛号，调伏后面的烦恼浊，自然去改变众生浊跟命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五浊恶世的相貌跟改变的方法，我们看最后两段，这一段的这两段是很重要哈。故一生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五浊恶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之力所能信解也。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呢，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是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所成就的无上菩提，或者说大波涅槃。那么佛陀这以这个大波涅槃呢，全体授给五浊恶世的众生，这个是诸佛所行的境界，非九界众生所能信解。所以净土法门阿弥陀经呢，没有人可以去提一句话来问，完全是佛陀自问自答。因为甚深甚深，你凭什么念一句佛号你就能够去受用这么广大的寿命的正报的寿命？你凭什么念这句佛号你就能够受用这么广大的国土？没有人可以回答，只有佛陀可以回答，甚深甚深啊。那么当然这段经文主要是说明什么呢？五浊恶世啊，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啊，就是往生的问题了。其实我们讲念佛法门跟往生呢，以前早期的时候它是分开的啊。智者大师，你看天台宗他念佛法门，多障众生念佛观呢，啊，念佛他不一定往生的。你看很多经典也讲到念佛，啊，他是当消灾破障用的啊。但是到了五浊恶世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求生净土的问题了，因为五浊恶世的问题就是它环境的刺激啊，使令我们善根退转了。你想想看，你今生没有往生，你今生善根修得不错啊，但是你没有往生，来生再来的时候福报很大啊，你爸爸很放逸，你妈妈也很放逸，你姐姐在那边看电视，你在中间拜八十八佛，可能吗？你们家四个人、三个人磁场都释放放逸的磁场，你众人皆醉我独醒，不可能，我看不可能，不可能。你要抗拒太多的负面的力量，所以印光大师说啊，末法时代就算是这个溺水中的鱼啊，就是说，
你走出来啊，你看到所有人都在放眼，你怎么办？你只好陪大家放眼，要不然你还要选择吗？你也做不到无助嘛，因为你眼睛看到的就是欣喜嘛，你耳朵听到也是欣喜嘛。他就是说这样讲啦，你每天用功吼，刚好抵消掉人家给你的负面能量，刚好保持平，刚好保持原状，就不错咯。那溺水中的鱼吼，能够不动，游得很辛苦，不动就不错了，因为他所有的努力刚好抗拒那个负面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帮助你的，没有人给你鼓励的，都是说哎呀放轻松啦，怎么样啦，一个大环境都是往放逸的方向走了，好的都已经到净土去了，留下来都是比较差的了。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这样讲，你今生不能往生，你来生更难往生了，真的呢。所以我说，哎，我这辈子拼不过去，怕啥？再来一次，不对哦，这观念不对哦。你今生一天如果用功4个小时，你来生要大概8个小时，因为你要抵消负面的能量。他这个往生的车班是这样哦，这个车班来坐100个，下一个车班可能剩60个，再一个车班剩30个，所以。你越晚往生，你越难往生，你知道吗？越难呢。这个事情，如果下定决心的话，你不要拖我，真的。你今生如果你这样子都没有往生，你下辈子更难往生了，更难。因为他负面的力量加强，那五浊是佛陀就预言了，他人世界上是往坏的方向走。不是明天会更好呢，明天更好这句话骗人的呢。那是一种心中的期望啊，但是跟事实不符啊。以后只有更糟糕。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佛陀在暗示啊，说如果你要往生就趁早，要不然你就做好心态准备，如果你准备要轮回你也做好准备，你来生的冲击更大。因为这个法是往末法的方向走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再看看第二段，丙二，教主结叹圣难。前面是六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能力在五浊恶世完成无上菩提，这的确不容易。那么这一段呢，是释迦牟尼佛自己承认这件事情的确不容易。我们看经文，舍利佛，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消释说，当知我在五浊恶世完成这个甚难的事情了。完成什么事呢？第一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自力的功德。第二个呢，为一切世间说成男性之华，成就力大的功德。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困难。那么佛陀讲这个困难到底是怎么道理呢？我们来看我维大师的注解，有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看第一段，信愿持名一法，不设思维，圆转五浊，唯信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设非本师来入恶世，是得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由秉持也哉？信愿持名一法呢，它没有其他太多的方便就能够依止内心的善根跟外在的佛号的福德，就能够从五浊里面跳脱出来到五清的净土去。那么这个下手处呢，当然是信啊，先有信心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往生当然你也发愿你一定要往生那么信跟愿，那么这两个呢都不是凡夫所能够达到的境界。那么我们会怎么知道呢？因为有本师的来到五浊恶世，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所以我们才能够了解。好，
所以我前几天跟会长谈说哈，说我们那个佛堂啊，要设立一个本师是对的。以前我们老和尚也这样讲，他说净土中的人，你不能只安立西方三圣啊。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法门？那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啊，宣说啊，所以不能忘本啊。净土中的人，你不能忘本的，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只是我们发愿求生净土而已。但是我们一生里面所有的教授，包括理论的认知，包括法门的修学，全部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给我们的。要是佛陀没有来，我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法门是怎么修的，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本师是很重要了。你可以供养小一点没关系啊，放在前面，后面是西方三圣，但是你不能佛堂全部不供本师啊，这不对了，这不对了。不能忘本哈。好看第二段。然无人处劫浊中，决定为时所诱，为苦所逼；处见浊中，决定为邪智所缠，邪思所惑；处烦恼浊中，决定为贪欲所陷，恶业所遮；处众生浊中，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甘于劣落而不能奋飞；处命浊中，决定为无常所吞，食火电光，措手不及。那么我们凡夫的心呢，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它是有所执着的，我们没办法无住。那么只要有所住，表示外境对我们会产生干扰，因为你跟它感应了嘛，哈。所以当我们来生再来的时候，在劫浊当中呢，我们一定受到环境的污染了。时代的这种迁移呢，你肯定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在邪见的炽盛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提高自我意识了，我执我见就会增长广大。你可能这个我见可能是你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可能是师长就教授给你的。那么第三个烦恼浊呢，在这个当中呢，你在物质诱惑的刺激之下，你肯定增长自己的贪欲。在众生浊当中呢，因为果报身体的病痛啊，我们已经不可能长时间修行了。那么在命浊当中呢，生命的短暂啊，会让我们往往觉得寿命不够用了。这个是我们来生如果选择五浊恶世啊，我们一定会碰到的五大问题啊。环境的干扰增加了，我自己被误导了，从小就被训练自己，我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就灌输这种观念，增长自我意识啊，开始缺乏去关怀别人。第三个，整天在物质的环境当中的刺激啊，欲望越来越重，病痛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短啊。那么这五个都跟圣道的修学产生的障碍，产生了很大的障碍了，就是说，我们同样的善根，我们来生遇到的考验更大了，更大。你今生这个水沟你都跳不过去的，来生的水沟是加强的，你更跳不过去了。如果今生都没有往生，你来生就更难往生了，更难，考验更大了，那么这个地方最后挑出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说我来五浊恶世修行是很难呢？这到底有什么深意呢？我们看最后一段。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会更有别法可出五浊。蓬勃宰理细论纷然，唯深知其甚难，方肯使尽偷心保此一行。此本师所以即口说其甚难，而身主我等当知也。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在讲本经的时候，讲出他成佛的困难了，就是说，假设我们不知道了生死的困难了，我们以为说我不要仰仗佛力，我从自力的角度我还是有本事能够跳出五浊，那么这样子在三界火宅当中啊，就很难得到利益啊，但有言说都无实益啊。所以本师在讲完这个前面的修学净土宗的传承以后啊，他提醒我们说啊，
假设你放弃了净土法门，那你就很难修行了，很难了生死了。那么从这个难当中呢，才使令我们真实的死尽偷心呢、啊，好好的珍惜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是本师说困难的主要原因呢、啊。如果一件事情哦，一般人说难也就罢了，这释迦牟尼佛说很难，那不简单了、啊。佛陀都说很难了、啊。我们学佛以后，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一个人哦，如果你烦恼重，都还有救；业障重也有救。其实一个人最可怕是一次就没有救了，因为他会产生错误的判断，高估自己。如果你看唯识选就知道，一个人最可怕的过失不是贪欲，不是嗔恚，是愚痴啊。因为你贪嗔都还有救，只要这个人还可以跟他沟通，你还可以用佛法来教导他，再大的烦恼佛陀多的是法宝，再重的病都治得了。但是你愚痴就完了，你没办法跟他沟通了。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佛陀讲完五浊以后呢，说这个难啊，意思就是说，你几乎放弃了净土法门，看这个意思啊，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的，啊，没有这个方法可以取代，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尊佛的出世了啊。好，我们看最后的结劝啊，有两个偈颂啊，两个偈颂呢，先讲世修的净土的善根，再讲理观的啊，这个大乘善根。好，先看世修的净土善根。唯海回视积如山，别类翻成似海蓝。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城男作女金千遍，带脚皮毛利万端。不像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毁时难。那么净土中呢，我们一般修学有智慧的善根啊，还有福德的资粮哈。净土啊，它偏重智慧的善根，因为福报阿弥陀帮你准备好了哈。那么智慧的善根应该怎么修呢？这个地方讲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它是从因缘的观察。我们先看看我们过去的因缘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过去呢，唯海唯识基督山，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呢，都让我们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流的眼泪啊，像赤大海这么多。其实我们大概都忘掉了，我们过去所吃的苦都忘掉了啊。那么，因为我们忘掉了痛苦，所以我们就好了伤口就忘了疤，就不知道这个娑婆世界的可怕啊，这是过去。那么现在呢？看看现在。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就算你今生福报大，但是它也是总有一天要破坏的。就好像你今天盖了一个房子，它下面是一个地震带，它迟早要地震的，迟早。所以娑婆世界它不是一个安稳性的世界，娑婆世界没有一劳永逸的东西，说啊，我做了以后永远就安稳的，没有，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你今生的生命飘到这里去，随业飘嘛，你投身到美国，来生可能投身到非洲，后生到，它就飘来飘去的，这个生死疲劳就在这里了。你好不容易活了一辈子，习惯这个模式的，结果死掉了。死掉以后，业力把你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又开始适应新的环境，哎呦，又觉得不错，要死掉了，这很麻烦的，你就永远没有安全感了，三界就没有一个安全感的地方，啊，所以世界到头终有坏啊，人生弹指有何欢啊，就是，即便你今生有很多的快乐，但是你内心的深处你也知道，人生没有一个安稳处。啊，那么看看未来，城南做你金千遍，带脚披毛六利万端啊。在我们如果
不能够往生呢？来生有无量的无止境的轮回等着我们，好一点的成男作女，差一点的带脚披毛。总而言之，你今生不处理这个生死，你不处理啊，它就永远存在，它不会自己消失掉，问题在这里的。说哎，我不面对，你不面对你就要不断的投胎了，因为你不处理它就永远存在了，而且你迟早要处理的，你总有一天你厌恶这种变化的无常的生命，你痛苦的时候你还得处理，但是你以后处理比现在处理更难处理了，更难处理了。好，所以说呢，结论不向此生生净土，投胎一错悔是难。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的因缘，今生。啊，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那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有因缘在学佛，什么因缘在一道净土法门的传承，就没有人知道了。啊，来生充满了变数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老老实实的，从现在开始顺从本愿，接受弥陀赐给我们的48愿，阿弥陀佛帮我们创造的48愿，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接受就好，我接受你的救拔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接受是智慧了，智慧了啊。我们看最后的大乘善根啊，前面是四相的观察，这是理观了啊，这个地方又更重要了啊。好，我们看我主的开示。一庄严全体理性，一理性具足庄严。在临终的时候啊，要先安住理性，安住空性。因为临命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错杂、错综复杂的因缘，因为你一生的善恶都会现前。因为临终的时候啊，腊月30算总账。临命终的时候会有很多事情现前。你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要处理，不要处理，不要乱动，不迷不取不动啊。那么在无动当中呢，开始意念佛陀的功德，表示你的皈依，我愿意接受弥陀的教诲，我愿意求生净土，然后提起佛号。所以在理性当中呢，提起佛号。所以在净土中的修学啊，先放空，再重新升起善根，提起佛号，它是这样子的。好，好，那么我们这次的弥陀经的课程的整个简要的复习到这里，我们回答三个问题。尊敬的上敬下戒法师，我们一起生命没有结束，那么下一期生命的业力是相续，还是一念心性的见闻觉知相续？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假设生命是没有结果，那在相续的是业力呢，还是不生不灭的心性呢？业力当然就第八识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生命之所以相续，是因为阿赖耶识的关系，还是真如的心性的关系？其实真如就是阿赖耶识了。你觉悟了，因为 真如是体的，阿赖耶识是作用了，但这个作用偏重在杂染这一块的，不是清净的作用啊。那么你如果是正念真如，那就摄用归体，不随妄转，那就安住在真如本性了。那一念妄动，你就变成阿赖耶识了。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了。我讲一个寄送啊，可能会这个道理更清楚啊。古人说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对不对？哎，这两句话矛盾呢，一下子说有六趣呢，一下子说没有呢。我问你，到底有没有六道轮回？有没有？哎，对对，答案很难讲，对，很难讲。对啊，你要没有正念真如，那果然是有了。你如果继续要执着，那怎么没有呢？那无量劫的生死等着你呢。因为你一念妄动，他就迷真
就是前妄成真了、啊，前真成妄，就变成阿赖耶识了。你真认真如，就前妄，就反妄归真了。啊，前面是迷真起妄啊，如果你一念妄动，就迷真起妄了，那果然有生死轮回了。但是你能够正念真如，就没有所谓生死轮回可，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所以到底有没有生死，是你说了算，看你怎么想的。你如果思想错误，那就有；如果你思想正确，对你来说就没有，因为他不干扰你。阿赖也是干扰不了你，就等于没有嘛。你说我在这边走路，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不管他，我走过去，他对我来说等于没有嘛，他没有什么作用嘛，我就过去跟他握手就有嘛。所以有没有是你决定的嘛，是超之在你呢。你临命中的时候，你愿意忍者心动，那就有了，那就有无量的生死哦，等着你哦。啊，你回光返照就没有了。所以大乘佛法经常讲不二法门。他说有，但是也是没有，没有中也是有。一念的迷，那就生死浩然；一念的悟，就轮回顿息。所以有没有，它不能从外境来决定，是由你内心决定的。所以佛法的因缘所生法是耶心安立的，你念头一动，就是一个因缘。所以临终的时候，最好的处理就是不处理。不处理的话，第八世就他就转成第真如本性了。净土法门既然是除了四修以外，又需要回光返照真念真如的理观，那么真念真如这部分呢，除经常对境时想一切本来都是没有的，亦需要有其他的修持吗？譬如说通达空性，那么四修跟正念真如的理观应该如何配合？这个理观哈，大方向是这样哈，大方向修行就跟吃药一样了。如果你这个人执着相对就比较淡薄，那理观就不要太强，因为你就没有那个病呢，你就不要吃这么重的药，对不对？但如果你的执着真的是特别重，看到什么事情都想过去跟他说一说，看一看，讲一讲，那理观对你可能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理观跟四修的比例很难判断的啊，但是大方向哈，大方向，我看上空师父的设计哈，他刚开始偏重四修。他偏重四修，你看去莲英寺参学的人，他那个功课啊，大概从早抄到晚哈。听他们说啦，因为佛学莲英寺很多的法师都到我们参学了，后来都到我们参学。他说唱功书的课程排起来哈，你大概进去莲英寺的功课，从早上3:30到晚上10:00哈，你大概躺在床上哈，连拉棉被的力量都没有了，是这样子的。因为藏光师父想，你初学者也不会理观啊，就抄到你没有体力打妄想。哎，这个方法不错，没有体力打妄想。其实僧团的管理要分成外因跟内，但是你如果老参又这样子就不舍了，因为他没有这样重的病了，所以自乱是用重点，这对。所以初学者不要讲太多道理，因为你妄想出众，跟你讲什么本来无一物都没有用，就把你抄到你躺下去刚好睡着。妙法啊！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慢慢业障也比较淡薄了，心也没那么粗重了，他也慢慢开始看经典，也看得懂经典。这个时候你这个四修的药就不要开这样重了。所以为一个团体安立功课是最难的，因为你这样多人，我怎么知道你的根基呢？这个医生不知道开什么药，所以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办一个佛期要办一个团，要看他的理力啊，
我一定要看他的所有报名人大方向，他的经历，他大概脑参多。我到一个地方打团体，我一定要说，你帮我脑参跟心参的比例帮我算出来，我就知道我这一场佛具要怎么带了，我就知道我那些要怎么开了啊。因为脑参跟心参的带法不一样，脑参哈，你要用多道理引导他，理观的成分多了。啊，初学者哦，不要讲太多道理了。所以这个到底是理观的比例跟事修比例？如果你是老参，你人生体会一路走来，你也体会很多了，你也比较放得下了，那理观就不用太多了，多念佛就好了。但如果你觉得你的执着真的很重，那你理观要加强，你可以读读楞严经啊，哦，大概理观最好就是楞严经跟金刚经这两个，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开药，这个就没有标准答案了，因病你要，啊，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法师。哪里有禅净双修的佛学院？台湾啊，一般佛学院他不可能分这么细，一般佛学院都是通读教育的，哪有人佛学院分禅净双修？就是说你读佛学院，你到台湾去，他一定什么都给你开，唯识一定要开的了，因为唯识很重要，任命的唯识天台一定要开的了，这两块了，唯识天台、中观、大乘三系一定要学，这三个基本功了。哦，那你喜欢往唯识发展、往天台发展、往三论中发展，那就个人的兴趣了。哦，那一般来说，在佛学院净土宗这块也会开，他会比较晚开，他会先让学圣道。啊，那么不过台湾的佛学院从整个显教这一块水平真的最高，华人社会最高，真的目前呢。因为他的整个师资啊，还有整个体系啊，都是49年大陆老和尚带动的，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哈，大陆的佛学的传承事实上是直接传到台湾去了。因为大陆的佛学院它的特点就是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他佛学院他本身过的是丛林的生活。不像现在的佛教大学了，现在佛教大学缺乏僧团的历练了，但是他没有细分到说禅净双修，应该是没有这个那么细分的，就通途教育了，那你佛学院读完以后，看你喜欢专长什么，你再深入你的专业，好，那么这关。弥陀经要解有没有问题？这部分有没有？这次的讲第一个课程，没有问题，很好，哎，好，那我们就回向。